嗨，大家好，我是阿翔。今天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关于涡轮车的涡轮管的一些市面上我们常看到的产品啊。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它是属于原厂管。哦，那再来这个是属于铝制涡轮管。那最后这个是细胶涡轮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有什么上有怎么样的差异啊？那我们看一下原厂管。我觉得原厂管其实也不用多介绍，那其实它就是简单的一根橡胶管。那它在安装上啊，会比较容易，是因为它只有一个束环，前后各一个，一条管就两个束环。你只要确实锁紧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松脱的问题。那再来说，它是里面最软的，你用手按就可以按扁。哦，那它有一些基本的弹性在。好，那原厂管目前就介绍到这边，那我们先。再来是介绍一下铝制涡轮管。那铝制涡轮管呢，它是这三个产品里面呢，它是属于比较极端的产品，因为它是属于也偏向于竞技的产品，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做扭曲或拉扯，那它也压不下去。它的传导效率跟进气的效率，应该算是里面完全不会有损耗的啦，因为它不会有膨胀跟收缩的问题。可是啊，它在安装上啊会比较繁琐，是因为它有它一个接头会有两个束环，这边一个，这边一个，总共四个。所以说啊，一根管总共会有四个束环。那我刚有说它完全没有弹性，所以说长期使用下来啊，像是台湾道路坑洞比较多，那常常急刹或者是就是冲出去啊，那或许它这些管子。长期拉扯久了，它会有一些位移或是松脱的问题，那可能需要固定时间去给技师做检查啊，检查一下，哎，我的束环有没有位移啊，或者是我的束环有没有松脱，哦，避免说开车开到一半，那管子有松脱的问题，那会很麻烦。那我本身是比较偏向于使用细胶的产品啊，因为第一个。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细胶的涡轮管。那它的安装方式啊，跟原厂是一样的，就是上下一个束环，这样就完成了。好，那再来就是说，它的弹性也很好。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硬度也还不错。那为什么会选择它的原因，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我希望比原厂好。那当然，我不希望它有。常常我还需要去给技师去做检查，或是说我担心它有位移或松脱的问题发生。而且细胶制的产品很好玩哦，你只要使用久了，它的接口处会有粘黏的情形，就是它会跟你的接口做一个粘合的动作，反而它会更牢靠。好，那目前呢 ，Vitara 的车的涡轮管我们已经开发完成了，那目前也有现货供应。好，那如果说觉得。我们的产品还不错哦，那可以连接我们的卖场去做一个购买。好，那今天就要到这边，谢谢大家。